把人过去人人大钱交的这样的住宿把它戒掉，换一个谁也听不了谁，谁也不会加入谁，大家都要一起，你来我来一起来，上下一起来，我好你好大家一起好，这样的理想社会，为这样理想社会奋斗，只要有那一个队伍，我们就让他有生命来代表他，在上面红色，那个是那个红色，是代表台湾有天空，一天社会主义的红，代表社会主义的天空。这几张小小的送给你啊，能不能打仗啊？变成现实的，我们的梦能不能变成现实？那有赖我们自己啊，有赖我们自己。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一份能耐，没有这一份这个能力的话，那我们真的也改变不了啊，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一种事情。不光有地学社会制度，创造这个历史年代，有所有前面交通一对，风吹雨打。前面的长的啊，但是我们勉强把它扛起来，然后呢，一步一步，一年又一年，到今天呢，就十年了，已经十年了，我没有我都把握在里啊，努力已经做了一整天，我知道的最有一句话。大家同心协力，齐步前进，要齐步也不简单，如何才能做到整齐一致这样的一种战斗队伍，不是很简单的事情，都有赖于大家广义多提意见，不论你的位置在哪里上，希望大家呢都能齐建成我们的集体的自尊，让我们更有力的把这片旗子打下去。也许有一天，当雨必然风满楼，我们已经看到2000年，加持一个自己的建筑，也加持一个新自己的开始，到那一段跨出去的那个年代，我们劳动党，我们如何新？激活我们的意志，我们来迎上去就是新世纪的正在挑战啊！这几句话啊，说起来有点这个高调啊，空洞，但是除了这几句话之外，现在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这个话来下足语。党员代表大会，我们预备